我哋不斷咁喺度探索同埋了解整個勞動市場啦。我哋不斷咁推陳出新，去完善我哋嘅職工服務，去服務我哋嘅有需要嘅市民。職業培訓可以喺前置方面，喺個就業之前，我哋就要為佢哋去做好更多嘅一啲嘅培訓工作，令到我哋更有信心去加入呢個職場裏面。我哋發現唔同嘅年齡段嘅求職者喺佢求職嘅過程當中，佢哋嘅需求都唔一樣。職業生涯規劃呢一個嘅功能咧，去為佢帶出比較清晰，同埋令到佢喺擇業嘅時候有更好嘅一個信心，令到佢喺進入職場嘅過程當中能夠更加得心應手。我哋會繼續努力，透過我哋嘅職工服務去協助居民擇業就業，提升佢哋嘅核心就業力同埋競爭力。工聯總會將會繼續以竭誠服務職工為己任，以推動解決職工群眾急難受怕問題為導向，持續積極完善職工服務體系建設，以包括職工權益維護、生涯探索、技能提升、職涯空間謀劃等一系列服務，展現工聯富有特色及全方位嘅職工服務體系，为在澳门深合区湾区生活工作的澳门居民做好实事。